今天吃什么？咱们来做个古老的印第安美食塔玛里。这道古老的印第安美食呢，至今在这个墨西哥呀、中南美洲啊，还都是非常流行、非常受人喜爱的。华人呢，也有人把它叫做墨西哥粽啊。咱们还是边做边聊。要做这塔玛里呢，咱就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皮儿，这是个玉米叶儿啊，超市有的卖，您买回来泡水给它洗干净就可以了，也可以像我这样啊，您自己煮玉米吃，把那个叶儿留下来，来做这个塔玛里就可以。第二件东西呢，就是馅儿。这个传统的塔玛里呢，有很多种馅儿，有这个牛肉的，有猪肉的，有鸡肉的，有海鲜的，有这个蔬菜的，有辣的，有不辣的，种类非常繁多了。今天呢，咱们就做这种鸡肉的，把这个鸡胸肉给它切成丁啊。我这个呢，是改良的，用中式的方式给它切成丁之后，稍微给它腌制一下。您要是想做传统的啊，那就是有的时候会比较辣一点，这个呢，华人未必都能接受得了。所以呢，咱们可以先从这个基本款啊来尝试一下，把这个鸡肉都切成丁之后呢，给它这个酱油啊，要有盐腌一下。第二件呢，就是面。这个西班牙语叫 masa，意思就是说面团的意思。但是它这个面团呢，它是玉米面的，挺有意思。在这里边呢，先加点盐，然后呢，用这个鸡汤给它和成面团。您要是牛肉的馅儿，就用牛肉汤啊；鸡肉的就用鸡肉汤，海鲜的就海鲜汤。您最不济的，您用清水或自来高汤也行。这个 masa 的做法呢，跟这个中餐的窝头啊，咱们以前做的，还有这个菜团子那个做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这个面团的方式呢，就是用这个冷水，或者是用冷的，或者是温的这种汤来和的。它呢，这个 masa 虽然是面团，可是它不是像这个做窝头似的，您给它团成一个团儿啊。它这个呢，就是要用这里边的水分呢，把它和成一个比较这个稀的一个面团，一会儿您就知道为什么要稀那么稀了。它是有原因的。这是古代印第安人的这种食品，他们非常聪明，做的这非常非常有意思。这种食品呢，既然历史悠久，必然它有存在的原因。把它和成这个比较这个稀软的这种面团不是像咱们这个中餐和面那种感觉我这个呢。它还硬，还得再加点水。您可以比我这个呢，比现在这种状况再软一点。您一会儿操作的时候，才好操作呢。等一会儿咱们包，您就知道其中的原因了。您只需要把它，给它团匀了、揉匀了，因为我们有汤还有盐嘛。这样呢，一会儿它这个面皮里边是也有烤味的。准备好面团，咱们就可以开始包了您买回来的这个玉米叶，它是给您剪好了的。如果是像我这样用这自己的玉米叶，您就把这个尾巴给它剪掉。这个买来的玉米叶呢，都是很宽很大的这种可以包很大的这个塔玛里您像我这种自己的玉米叶，您可以用两片叠在一起，跟包粽子一样，粽子也是您可以用两片叶子，也可以用一片叶子来一团 masa，给它放在中间，用手给它摁扁了。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咱们这面要稀一点了，您要是像窝头似的，那么硬团的那种硬度的话，您就摁不扁了，这时候给它摁的扁一点，摁的越薄越扁，您最后做好了这个塔玛里呢，就是皮儿薄，馅儿大，它非常好吃。您这要是硬，它就不容易摁扁，它这皮儿就厚。咱们放上馅儿，您呢？放什么馅儿？您自己掌握今天咱们这是鸡肉的，咱自己在家里做的肉可以放多一点这样更好吃。放好馅儿之后呢，就把这个玉米叶往中间这么一折，叠一下，一压。然后把底下这儿给它叠一下，往上一叠，
这儿就好了。这个呢一般来说都不系绳了，有些个这个做法，有些人做的还拿个绳给系一下。其实这个呢，一般来说现在的这个大家做的都不会再系一个绳了，很简单。因为你蒸好了之后呢，有绳，有这绳，它不好打开，没有这绳它也不会散，非常方便。这个 tamale 呢是这个美洲的印第安人的一种古老的传统的食品。据这个考古学家研究，在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这个玛雅人和阿斯特克人，这个印第安人已经在吃这个tamale了，他们这个文明是非常这个悠久的，就接近于这个苏美尔人这种文明的这个时代了，那个时候他们把这tamale做什么呢？士兵出门打仗，带这个当军粮。这个猎手出门打猎，带点吃的嘛，带这个方便，它也不容易坏，这个出外干活采集种地，带这个做这个中午吃饭的这个干粮，都非常好。一会儿做熟了，您看这东西是又方便携带，而且呢吃的时候也很简单。同样的方法，咱们把所有的都给它包好。今天呢我们就只包了5个，因为我们家人口也少。一般来说呢，这个墨西哥人要做这个会做很多，大概20-30个的。这个做法就是把它蒸熟了，蒸的时候呢一般这个笼屉里边都放个碗，这样呢所有的这个tamale围绕这个碗给它摆上。好处是说，这个口都向上它不会散。另外呢，因为刚才咱们这个面呢它和的是比较稀的，里边有时候还有汤汁，您这样放的它汤汁也不会流出来，蒸熟了之后呢，是非常方便的。您只要放在火上蒸上大概15分钟左右，根据您量多少这就蒸熟了，就这么简单。然后打开咱们看看，您看吃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简单的？您要是携带的话，放凉了放在口袋里带着就走了吗？您要是有功夫也可以尝试一下，试试这种印第安人的美食。咱们下次再见。还不错，比窝头好吃多了。